回到家我一直在不爽，知道吗？就考不下去，想放弃了，真的。不要放弃啊，你离成功很近了，都考到82分了，只差8分。大家好，我是小雅老公。大家好，我是小雅，来自老挝。小雅现在正在吃饭啊。今天带小雅去考了驾驶证，刚刚回到家里面，考了多少分？问小雅也不说。你到底考了多少分啊？今天？你猜猜。我觉得你肯定考了80分以上。80分以上。对。你有这么准吗？我猜的啊。没有90分。如果有90分的话，你早都高兴的叫起来了。说一下嘛，告诉大家你到底考了多少分啊？这个一个多星期哦，大家去考得了82分，还是可以啊。刚学一个星期，又是中文，能考82分，我觉得已经很不错了。但是我回到家，我一直在不爽，知道吧？所以我就做这个老挝菜，吃酸辣酸辣的。还有这个中国的萝卜干，吃了觉得很爽一样的。嗯，就是考不下去，考不过，真的，一时回来临时不说话，很不爽的，一直在里面有卡的东西，想把它拿出来拔掉，就心松了。没事没事，再多练习一段时间再去考嘛。有很多人，不仅仅是你，有的中国人去考几个月，考科目一都考不过。今天我在那个外面等你的时候，又碰到一个中国人，去3次了，有考个科目一都没考过，真的啊？有哦，所以说你不要太紧张，你知道吧？那就不是我一个人啊。对呀、啊，再说中文对小雅来说也是挺难的，科目一毕竟也有这么多题，是吧？是，有的字你也不认识，对，完全靠印记。把那个答正确答案印记住，能够得上82分已经很不错了。是，我记得我以前考科目一的时候，我都是天天刷题，刷了好长时间的题啊，我基本上也是刷了一个星期的题吧，才去一个星期。对啊，才去考的。哦，可以啊，关键就是这个语言啊、哦，大家太难了，有些字真的我没办法回答，没办法选，错啊，就对都不改。再想一想呢，我都想放弃了，真的。不要放弃啊，你离成功很近了，都考到82分了，只差8分，再做对8道题，你就能拿到中国驾驶证了。我觉得我的能力不够强。很强了，你的能力，别人去考的话可能只能得几分，你都得82分了。别挂我了。我相信如果是老挝语的话，你早都过了，是吧？啊，肯定。没事，不要放弃啊，不要让别人看你的笑话啊，一定要努力，加油，争取早日拿到，也不争取早日拿到吧，慢慢学。嗯，行，总会拿到的啊。我就把那个辣椒吃，就更有动力。来，大家看一下小雅做的老挝菜啊，这是老挝的凉拌，是吧？对。讲一下你今天进考场的感觉。你第一次去考那个英文的时候，不是说进去很紧张，手心都出汗了吗？是啊，这次进去说不紧张还是紧张，真的，进去还是紧张，但是没有第一次这么紧张。第一次进去，刷到就是走到一半，然后我就觉得我不行，我一直在，反正着急心慌的那种。我就点错了一下，就10个题，然后我就停了，然后再跟老师说是再来一次，因为有2个机会再来一次补考嘛。然后这次的话我就跟你说你可以你可以，然后我就慢慢慢慢做，45分钟就够，觉得够用，慢慢做，然后不着急的话觉得时间转得很慢。然后那些题我看不懂的话，我就把它先不要做，先过，先做自己能做的 那种题嘛。然后好像做完了，走到100题，再回来看还有空的没有做的，再回来补，就补，就看时间还有10几分钟。我就觉得我就开始急了，因为
就看来就我一个人了，他们都走完了，所以今天的话就失败。没事没事，失败是成功的妈妈啊。嗯、对，下一次再去试一下。嗯，这次先在家里面多练几天啊，练一段时间，先在手机上模拟考，能够得到90多分了，我们再去考，好吧？不过都怪你，你该来的时候给我安排就好了。你看嘛，他又说就是快速上班了，赶紧这样，我这哎呀，太着急了。哦，你不是说没车没动力吗？是吧？车买回来你再开始学。哪里来得及啊，我找一架，你带我去看车，你又不去。好了，怪我了。嗯，不过我不放弃啊，我要坚持努力，坚持努力。对，我是相信你能考过的啊，我必须拿到中国驾照，真的必须。加油加油加油。但是时间不是今天明天啊，还是要坚持，能每一次在家里面试试搞到90-95左右，再过去一次。粉丝朋友们，大家给小雅一起加加油鼓鼓励啊，在评论区加油加油，支持支持小雅，让小雅更加有动力啊。祝小雅早日拿到中国驾驶证，早日在中国能开上车。嗯，感谢大家的支持啊。嗯啊，真的太累了，进去真的觉得很费劲的。真的没事嘛，多吃点了，我才补一啊，补一补。好，你吃了这个老挝菜是什么味道？辣、酸，有点甜。辣、酸、甜。啊，在我们四川这边说的是酸儿辣女，喜欢吃酸的就容易生女儿，喜欢吃辣的又容易生儿子。你这又吃酸又吃辣，到底是想生女儿还是生儿子？双胞胎。双胞胎，龙凤胎，那叫一个女儿一个儿子，是吧？对，跟你直接搞三胎。嗯。真的是假的？看喽。嗯。哎呀，别跟我提二胎三胎了，好不好？先把这个驾照安排上了再说，行不行啊？哎，我又不是真的跟你说，我只是开玩笑逗你开心一下嘛。好，不说了，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呢就到这里啦，谢谢大家的观看哦，下期见啦，拜拜。